接触过修炼眼睛，虽然只是口说，但其中经世真实言语，伊对我的内心造成相当大的震撼。安呐，大叔，我印象中，灵验经讲述，断梦修真的重要性，以及种种修行的处地，所以。你所说的经世言语是指什么啊？是佛陀有向阿难说过，在末法时期，魔将会如何故现道心？破败佛法的恐怖啊！邪魔伏一千年，万法一万年，如今五辈精灵才进入创法时期，就已经乱冲云起，邪说难止。我实在无法度去受万法时期的大
动乱衰亡啊！陛下，眼前一副残破的景象，敢就是上好的证明？世人淡忘佛陀的慈爱，求解佛陀智慧，净化旧疆，失去光芒。大师，请起。主教啊，因为这不是咱的力量会当做会到的。我明白，这是世间的强弱，只是会当尽多少的力量。咱就应该尽全力去付出，就算是延续净化七年、两年，也终于救度真济人啊！所以，陆总。一定爱出会中途，只要净化，不染污，不造孽，邪魔外遁，就无可叹之机。多情啊！
我陪千里千里中带呀，是好正法应团坚固庄严，大师咱要按计划先回去八年佛印，然后沿行水向东前进。对，我想要顺道八好八年佛印的大名数，若太师不明无得卡，会当得到陆总的线索。杜姐，在离开以前，那先来念诵一段《修炼严经》。现在这有这本的《幕府正记录》，不知影是不是你汉地所欠款的？真是呀，大殿，这本的殿在中土是有口传。而且有真侪篇章，拢已经流失失传了。太好了，杜静，太好了，大师，恭喜你，终于找到佛印入藏啊！哈哈，现在呀，现在见。Oh,
本是啊，有一件无好眼睛起来，大地总经过，我爸入去，遐有搁较济恁需要的女装原点啦。大地，所言是真实的吗？是。想袂到，念想楞严经以后，我突然灵光闪过，才会想讲要来拜奉大殿。如今心经的心愿，竟然就在此圆满了。现在。现在，护地主不忘记，护恩护动啊！我会派人带恁两个过去，而且请主持开放总监局。我也在此祝福两位顺利同欢汉地。现在，你无要休一下啊？唔免啦，杜青啊，我自从西行以来，我从来都唔捌这么快乐过啊！在罗太苏伯伯尊者殷勤之下，终于在这个无好眼睛客栈中，找到无好情记录。了后又过六相得到萨婆道众论十阿鼻檀心眼睛也过有这两观方等观念幻境甲无好清净阿鼻檀蒙护菩萨庇佑啊，
这总算是得上所愿咯。秋气天边，气儿挂孤。在景点数量庞大，而且都要用铁饼安尼一粒啊一粒，解刻在这个背后顶面，恐惊这不是一年啊是两年都会当完成的呀。我一定要把握时间，我都要尽量较紧的，把伊刻写完毕，了后动换重谱啊！我会个明白大师的欢喜，毕竟你承受了这么多苦难，就是为了。这入中经典啊，现在在乎我昌盛的八年不一中，每日我总刻经精进翻文，一种富足发喜的生活，是每一个青年拢梦寐以求的啊。静静落青山，誓言祝福如欢伴，信心上浪花是，会利用这段时间好好休养恢复，我也会继续回应甲回敬的意愿，尽力协助你刻下墓葬。现在，现在，感恩你的发心啊！亲爱的众，在我的眼中是闪闪发光的法宝，进行重大净化，已经是七日苦太多，我的内心是从摇不已呀，大叔。你安尼是伫咧做啥物？是毋是会用个成全我，永远留在天顶的寺院呐？好菩萨啊，地主，是毋是会用个回归故乡啊？